把高达头做成键帽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武王王，我的博玩与你分享。今天要和大家拆盒把玩的是这款由零号计划出品第二弹的海牛头雕。因为只有头部啊，板件的数量屈指可数，部分的零件带有隐藏水口。拼好之后，这个造型啊还是蛮帅气的。细看之下，头部的装甲细节和刻线啊锐度还是在线的，并且还有着相应的分色。不仅如此，头顶和左右两侧的装甲带有展开机构，头顶的天线有给到金色和白色的两种不同造型。眼部和上方的监视器可以选择透明零件或者实色零件，实色零件呢是带有着荧光效果。这个时候，小伙伴们就可能会来问啊，王，你又没有天幕，又没有 MG 海牛，你买这个头雕过来干什么呢？嘿，你还真别问啊，要问就是啊，我就是单纯的想要一个帅气的高达头雕造型的键帽。那以上就是本期魔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啊，记得多多点赞。我是武王王，如有下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